调动我一切理性认知逻辑判断推导的能力，是我见过的最诚恳的魔术。他就是在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我的面前发生，他就在给你展示另外一个世界。第二季我变了，更有趣，更好玩，更神奇。你会看到魔术师从来没有被看到的那一面。That's not me. 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，逆反大自然的规律。脖子里拿出来草莓，好多粉刺。那么近距离去看自己体验的，完全跟比如说在电视看是完全是两码事。大家知道，看到这些视频，真正你坐在那儿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就是看内容一模一样，都是在你面前发生的时候，你不可不信。他们是巫术，对不对？但是依然给我一种巫术的感觉，超出了我的智商的这种一个理解。我投降了还不行？我服了，我跪了。I think he's a very exceptional and fantastic magician, enchanting magician. What happened just now is something very mysterious. Two coins, one Europe Euro coins, one UN coins, put them together. And it is a heart. He brings love with him. That's very important.